来看看我今天的你是如何的。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我的骨头可以啃了。啊！直到你发动起来，家佛自若，世界在哀嚎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会进对手，我的手牌太多了。玩得不错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
此为我停留。烟雾退散，再多来一点。你敢没听？我来了，马上来。我是不死，不是老不死。你没见识到我的真本事。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驱散你心中的黑暗吧！你没见识到我的真本事。亚门纳尔永远在我们心中。完工了，冰杖比金牙更锐利。快点，
番救主人的时候到了。太多选择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动作快点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这点什么？再多来一点，大自然只会为我停留。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，前来报道。
再多来一点。原本都很开心，直到你发动起来。所以我说，他到底值多少钱？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冻死他！哦啊，站住，伙计！原本都很开心，直到你发动起来。所以我说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前来报道。上比金牙更锐利，完工了。
很多的骨头可以啃的。冰杖比金牙更锐利。有同学知道新艾萨拉在哪里吗？真希望能来碗热汤。愿圣光使你平静。再加点辣。有问题吗？快找掩蔽！让开！国王会喜欢圣光的味道。把他上
是执法者。有很多的骨头可以啃啊。再找这一些。达到恶魔之种。付钱的时候到了。前来报道。我的力量无穷无尽。凡救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啦！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前来报道，玩得不错，我快没有牌了，弄死他！为了樊侯大人。来自烂泥！这个樊儿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什么？你赢得胜利。